要有名医，要有神医，然后来帮大哥开刀，哎，很紧张哎。你看看大哥开刀开得好，他很感谢你啊。开不好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会不会来找你呢？好，再来看这个是马萨多啊，马萨多啊也曾经呢想要找医生，一个空嘴，安那就是袂好，到底问题出在哪位？马萨多啊吼，会当讲是咧人讲吼，上山甲十指吼，家人即代就对啦，金榜大爱就对啦。但是伊吼，因为伊拢较早早期伊拢靠外教。卫生嘛，所以吼、哦、有真侪为着交警的交涉的问题吼、哦，伊一边吼去用台，啊一边去用台的时阵吼、哦，伊完了送去病院，送去南港综合医院，送去南港综合医院的时阵啊，那空嘴就天天的嘛，啊天天的伊就无虾米嘛，所以也无大意，啊所以伊就空嘴吼，空嘴就一直不会复合嘛，啊伊阵吼人伊空嘴不会复合的时阵吼、哦，人一张就甲讲，伊讲吼，南港古镇吼有一个赤卡身呢。啊，赤脚仙呢？你去找伊，因为吼伊真有名，啊，伊也共看病就对啦。你也知影吼，这赤脚仙呢，在我囡仔时阵，读高中的印象吼，伊拢骑一只卡踏车，啊，卡踏车后边吼有放两卡箱啊，一卡放西药，一卡放草药。啊，你也知影，阮家吼从较早阮遐的人拢厝的拢有一个药袋，你知无？有。内底什么五分子啦、鼻涕丹啦吼，吼啊感冒药啊啦啥的，啊伊。伊就一礼拜来家庭常备良药，对对，一礼拜来甲一遍。啊，你若厝诶有人破病吼，伊就真正啊，甲你看看。因为伊本身有咱汉药师、中药师出身诶，人家叫伊找伊。这个老大马早大吼，去找到这赤脚仙诶时阵吼，赤脚仙甲看诶时阵吼，伊就一直咧想，一直咧想。伊讲问迄个马早大讲，你是毋是糖尿病？伊讲无啊，我哪有糖尿病？啊，所以讲伊嘛毋知有糖尿病无糖尿病。所以吼、哦，伊就讲叫伊吼、哦，叫伊个马早大讲吼，无你先去诊所吼，去盖一个安尼，吼、嗯哦、啊我看卖者，啊伊怎用一杯啊甲新的吼、哦，伊甲摕转去因家吼，顶下卡扛，我讲无两点钟吼、哦，搞下来啊，搞下来，所以伊知影讲伊有糖尿病，所以吼、哦，伊阵吼就用草药啊，给伊，啊草药交代马早嫂啊讲吼，你着三碗水，煎半碗药啊，给伊啉。啊！而且吼，佮用草药啊，佮将伊个伤口吼，佮裹起来，差不多十天啊，尔。嗯。十天就好啊。嗯。伤口就好啊。伊怎？即个赤脚仙怎？甲马萨头讲吼，大，我哩讲吼，你有糖尿病啊？嗯。伊讲我有糖尿病，伊讲我确定你有糖尿病。嗯。你吼去检查看嘛。自从吼赤脚仙吼，伊本来真无用，你讲古镇遐一带吼，伊就真无用啊，你知道？即摆甲即个马萨头医好的时候，活死啊！上山遐兄弟也要来找，古筝、行筝拢总来啊！对，啊，一挂人就要找伊咋、嗯？啊，伊年纪就正经有啊！啊，来者吼，伊个歹势共拒绝，你着知影老大人吼，就是安尼啊。来的时阵，佫奉茶，啊，佫来甲你看病，啊，看病的时阵吼，伊佫共收费，也毋是讲收真悬，你知影？伊讲啊，你着随意安尼、嗯。所以名声就一直传出去，传出去的时阵吼，差不多到半年以后，赤脚仙忽然一天吼失踪去，失踪去。啊！但是讲，敢来找无车啊？先敢来因囝伫个，啊因囝讲啊，无来阮老爸吼，就身体无，所以走高坟啊山顶吼去静养安尼。养啊，这兄弟，一挂兄弟来讲，啊要安怎？啊，你若相信我吼，因囝讲你若相信我吼，无我阿你弟，你知无？嗯。啊，大家都，大家你啊一挂大诶，一挂兄弟就想讲，会使未使？伊讲我细汉就对阮老爸学啊。但是技术无阮老爸好，人伊就坦白讲，技术我无阮老爸好，吼、啊！你若放心，你话伊，嘿，你若放心，我话伊，咱若无放心哦，无你又去看西医了啊。